的生命从不为谁后悔，陪你浪漫燃烧直到熄灭，珍惜生命中的每次眼泪、有天我会勇敢不再哽咽，而我盲目的追低头妥协，想保护着谁，我想许愿拥有你的明天，我只想小姐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个还有没有别的颜色？有，那个蓝色跟黄色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那边那一架，那一架。哦，好。哥，我记得菲比姐是不是喜欢穿大地色系的衣服啊？对。那你看这件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是不是没有手机就世界末日了？出来逛个街也要一直滑。相信你的眼光。那你看这件有没有更适合他？从我们刚进来到现在，那边那个女店员都一直在看你。夏浩庭，李思雨。没想到会在那边遇到你，那边都是女生逛的店。真的很巧，出国前可以跟老朋友这样聚一下，感觉很好。托你妹的福。你眼镜真的还是假的？是真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啦？还戴项链装文青？你真的变好多。你都没什么变。那当然，我李思雨。我都跟我男友讲说我跟高中的时候长一样，有吗？除了外表以外，你好像变得更成熟稳重。那个时候像螃蟹的猴子去哪？我真的没想到人会变。你呢？过得还好吗？还好啊，毕业之后以为工作很好找，但好像没有想象中简单，所以就先面试上这家，就先做做看了。但没有想到你妹喜欢我们家衣服，你跟她讲啦，下次来找我，我给她员工价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呢，在哪里高就？我大学刚毕业。你中央研毕哦？我毕业之后重考了两年，才考上台大物理。台大物理，真的假的？那很难哎！你重考竟然考上台大物理，哎，那个
时候我们学校不是只有于西。那起意外真的太突然，我也是听美芳说，她一直都没有爸妈，所以后事是她姑姑办。她姑姑想要简单一点，低调一点，没有人知道告别式的时间跟地点，所以我才没有办法看到于西姑最后一面。今天如果没有看到你，我可能也不会想到他。知道你现在发展很好，很替你开心。你就是于西姑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
拜。最深的安慰，然后待在身边听你的眼泪，头上了一遍，动了同一遍，可想再遇见也能轻轻说嘿。嗯，让他洗好也换好了，你放心吧。拜。大家都在找你，你知道你让我们担心吗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变了，我们都变了，但他没变了。星空的山上去，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星星，好像可以触碰到。他的距离就是会越来越远。他依旧是十八岁，只有我变。我很害怕，我很恐惧。十八岁的他身边，也一直有十八岁的你啊。我还是常常梦到那个路口，那辆车。他就躺在那儿。
但我什么办法也没有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怎么了？他留下来的东西真的很少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每一个都是画面，每一个都是回忆。那些东西把我塞得好满啊，满到我快撑不住了。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曾经试着想要把它忘记。带着他一起活着，可是我这样真的好痛苦啊！我真的很想念他。想到心好痛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一定撑不住。你不需要忘记他，你只是需要继续前进。你都带着他走到这了，如果你找不到方向的话，你就跟着当下的自己走，总会找到出口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一个人走下去。你还有我们呢。你从来就不是一个人。好香哦，爸爸，你越来越厉害嘞！哦，都不知道你有这个不为人知的才华耶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你这个摆盘厉害耶，不输给外面的早餐店。美不美吗？那就叫像妈美，哈哈，自己讲。哎呀，完了，夏婷。夏婷起来了，别再睡了。你不是叫我叫你，十点多了，你跟人家有约不是吗？他昨天晚上那么晚回来，难得回家，就让他多睡一会吧。我也想让他多睡啊，可是昨天他教授电话没有接到，早上已经打两次电话叫他回电了。妹妹来吃哦。妹妹快来。啊，夏婷起来了，不要赖床了。妹妹够美了，快来快来。夏婷。起床了。嗯，来。早安。早安。头很痛。啊，头痛啊！哎，妹妹，去拿普拉腾过来。他应该是宿醉吧？昨天晚上回来一身酒味。对对对，一定是酒喝太多了。不然你去楼下便利商店买解酒液回来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哦，爸，你现在心都偏向他了。好了啦，哥哥就要出国了，待在家里时间也不多了。
兄妹不要那么计较，赶快去吧。去，快去。啊，豪婷啊，我说菲比是个好女孩啊。爸爸，菲比。菲比啊。对，你要记得，不要人家来的时候讲错了，尴尬。菲比。菲比是个好女孩。这次你跟她出国，看看要不要适应一下。如果觉得不错，干脆就定下来好了。这么好的女孩子，如果你不把握的话，很容易被别人追走啊。真的，爸爸讲的没有错，好女孩可遇不可求，而且你们俩这么有缘，又这么有话聊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打算，也要提早跟人家说哦，也不要耽误人家了。我先去洗澡。那洗完来吃哦，啊，爸爸做的。也没有再回答了。算没有回答了，等一下洗完再继续问他。爸爸，你是不是煮什么？好像是焦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的热狗啊！哎呀，你这样没办法当老板了啦。哎，舅舅，你回来了？怎么突然来了？有事找你才来的啊。哎，那你最近都在忙什么？我刚拍完戏啊，这样超累。谢谢。好酷哦，好难想象你们的生活。你不用想象，不是人做的。大忙人，那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？好啦。我是在想要怎么跟你们两个道歉，为我之前犯的错。为什么要道歉？我会错意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话直接说，没关系啊。就那健康食品啊，外公不是要我推给你们，我以为就只是这样，但它还有其他含义。什么含义啊？外公希望你们两个以后不要再送了。如果外公不喜欢那些东西的话，我们可以送其他东西。那不是送什么东西的问题，你们送再多，外公还是不能够理解啊。外公是想要说，等一下，如果又是那些很负面的话，你可以不用讲。你们两个自己会想象。外公是要我跟你们两个说，舅舅，你可以回家了。你说，志刚可以回家了吗？外公允许，你也可以一起。我也可以耶。喂，你刚刚说是认真的吗？大家就在等你们两个回去。我去看看他，你坐一下。不要哭，这不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。明天我们就一起回家。
却他在等待遇见对的我们，然后停下来，单纯以为他会一直都在，才发现是一场误会，有一天他也能悄悄离开。时间去闪，被欲望带走的我们渐渐凋零，当初爱情的最基本，手牵手的两个人，走着走着过了吗？过了。以后，不管你在台湾还是在国外，打给你，传讯息给你，你再消失试试看，兄弟就不要当。以后不会了。那你之后嘞？念完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在国外多待个两年，想要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，多认识一些人啊，多做一些事情。这个世界真的很大，真的。哎，我有件事情一直想要问你，等你如果不想回答也没关系。你那时候跟我说，你不喜欢男生，你只喜欢与西谷。可是你现在遇到他，你怎么都不会有感觉，或是想要试试看？因为没有人可以是他。懂。我之后会去喜马拉雅山一趟。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要去看他。不要一直讲我，你们呢？我们怎样？有没有什么打算啊？都六年哎。打算哦？我很想结婚啊，可是他事业心超重的，忙。看，跟你说过。
自己不听。而且你知道我们那天竟然因为讨论小狗的事情吵架哦？我发现我们还吵一些很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他念起来真的受不了。你知道我们吵什么？我说我想养杜宾，很帅。他说他要养发豆。很可爱的是哦，我们吵吵吵吵吵，吵出一个共识，我们决定一起去收容所。他说要卸购属于我们的狗。卸购什么？叫他养你就好啦。我养他吧。拜托。我还是不懂你为何离开，我还是不懂我为何等待，等待谁会想起谁的依赖，只剩我在原地独自徘徊。当蓝色天空白色云朵消失后，那黄色出现红色